这样的实验开始了。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来着？已经就位。时间到了，该出发了，去找 Kiana 吧。哎呀，轮到我了，让我们开始吧。已经就位。是这个按钮吗？特斯拉博士的这个新探测器样子还真是让人有些怀念啊。提亚娜，啊，班长，要出发了吗？时间紧迫，我们还是快点动身吧。这样就搞定了，我们走吧。太好了，你们还没出发。爱因斯坦博士，太好了。
我们刚刚对任务目标做了一些微小的调整，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你们的目标仍然是奥托所在的圣母三期教堂，只不过我们监测到了一条特别的路线。特别的路线，是需要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来进行临时调整吗？具体来说，斯巴达克系统已经运转起来的那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探测到一定范围内的能量反应。这是科洛斯腾镇的地形图，你们应该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注意我现在指出的坐标，从实时的监测结果来看，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能量反应。也就是说，没有敌人。他不在前往教堂的最短路线上，如果按原计划，你们不会经过那里。但现在，如果以骑兵为考量，那么走这条路线反而最节省时间。不过，爱因斯坦博士，奥托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破绽吗？不好说，但无论如何，那边的确不是我们原本计划中的路线。而且，斯巴达克系统能够如此有效地抵御支配之律者的全能，让监测可以照常进行，对我们自己来说也称得上意外。如果奥托连这一点都能预判到位，那我们其实选择哪条进攻路线都会面临同等的困难。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博弈，对吧？或者他有备而来，在这条放空的小道上埋伏我们，又或者那不过是一种心理战的诈术，目的是让我们畏首畏尾。也只能去试试看了。如果我们因为想得太多而坐失良机，那反倒正中对方下怀。毕竟拖延时间对奥托而言是更有利的。是这个道理。出发吧，我们就选这条新的线路。哎呀，轮到我了。啊，还是实验室里的空气更令人安心呀。从这里到那里。
交给克莱因整理吧。就当作是散步好了。等等，提亚娜。怎么了，班长？看来我们都很闲。果然没那么简单啊。是探测器出现了问题，还是……总之，不可能是意外。这的确是那位天命主教一贯的行事风格，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在大部分时候都像一场赌博，但事实上，他是在每一个具备运筹空间的点位都放下了棋子。你是说，我们现在的每一步计划，真的都在那家伙的掌控之内？不好说，现在我们注意到的那些伏兵并不强大。他可能只是猜到了这里会是一个突破口，也可能已经算准了来到这里的会是你和我，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如果真的是第二种情况，他一定还会布下其他后手。要试着联系一下其他人吗？别急，能量反应为什么和探测器显示的结果不符，我们现在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如果奥托是用某种手段屏蔽了信号，那还算无关紧要，但如果他有办法实时监控我们，这么做反而会露出更多破绽。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绕过去了。那么，维持行动路线不变，选择直接突破敌人，可以吗？会不会太鲁莽了？不，在不能贸然联系同伴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按原计划做到我们应该做的，这也同样是一种随机应变。而且，面对眼前的这些敌人，我们也的确拥有速战速决的实力。只要尽快击败当面的敌人，我们就仍然可以达成奔袭的效果。班长是这个意思吗？在实战当中，以我为主永远是最重要的。好困，是最近加班太多了吗？幻线
托，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小心，缇亚娜，那只是一个分身。那个男人不会使用只有一环的布置，要尽快解决这边的敌人了。此即为登神之刻，救救你们！很困难。缇亚娜，在战斗中分散了吗？必须得赶快找到他。但如果这也是那个人的布置，他为什么非要分开我们不可？不，他不可能连这一步也预料得到，而且对于我们的计划来说，这也很难造成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可如果这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刻意为之，比方说利用支配至绿者的全能，还在附近。这么认真的驾驶，敌人是谁？看来我们都很闲呢，要去我的实验室里坐坐吗？是我要对你说的，在班长来到这里之前，我就会打倒你。罗刹人，你的计划怎么又出错了呀？连说好的对手都不一样。慢着，哼，你要打倒我只能改天了，太师傅来了。什么？是你？太师傅，赤渊师祖，许久不见。的确，已经有500年了吧？
我从没想过你还活在世上，但这的确是那个男人会做的事。对吧？我醒来的时候也吓了一跳哎。不过虽然时移世易，500年前的故人倒是都还在，感觉就像做了场梦。班长，他是？是一位故人，一言难尽的事就先不说了。你还好吧，提亚娜？我没事，不过班长你要小心，他看起来是奥托那家伙的部下。谁是罗刹人部下啊？什么女武神也是那家伙自说自话给我扣的名头，本姑娘才不想当这个差。别误会啊，罗刹人与我有救命之恩，我才说好帮他打一架的。但他只说请我拦下赤焰师祖，可没说还有助拳的。一对一还行，一对二我可打不过。这事儿太不划算了，罗刹人是不是也太瞧得起我了？不，他没有看错你，甚至也没有看错我。提亚娜，你可能得先走一步了。班长，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我们两人联手的确能让他无计可施，但那也会阻止我们的任务。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击败我，而又拖住你很长时间。老实说，我没信心啊，谭师傅。想做的那种事，自然也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或许另当别论。他们会斟酌得失，临阵变通。但你在言出必行这方面想必是不计得失的，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并不会因为对方是个矫揉造作的伪君子就发生任何变化。罗刹人那家伙这500年都干了什么呀？我就没听人说过他的好话。
是班长，如果真是这样，你一个人。天哪，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确保有人还在继续前进，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我们。与其让你被他拖住，不如由我来拖住他。这，我明白了，班长。只是面对奥托那家伙，说实话我也没什么信心呢。所以，你一定要快点来帮我啊！嗯，多加小心。你也一样，班长。你不需要做点什么吗？不用呀，我应允的只有一场比试，说一场就是一场。多比一场，他也不会给我好处呀。500年后的再见，感觉有点尴尬呢。我和太师傅交过手了，对吧？虽然我忘了，可罗刹人说过，赤渊师祖与我已经两清了。你有一定要履行的承诺，我也有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啊，说的也是。究竟是无可奈何，还是命中注定，又或者一报还一报，
我自己是搞不懂了。旧的话，还是等一切都结束后再说吧。是啊，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能用来续的旧，就又会变成某种崭新的东西了。好啊，得罪了，赤人氏族。请赐教，不许滑稽！赤人氏族，您和我彼此都在让招，这样下去可没个完啊！没错。和我不同，他身上的剑心依然完整。如果维持现状继续消耗下去，如今的我未必是他的对手。我必须打破现状，打破他的平衡。我的确还有一个机会，一个换成其他任何对手都不可能存在的机会。至少要让他再也无法影响之后的战局。我必须诱使他使出那一招，然后将其化解。是啊，点到为止的阶段也该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彼此都要更认真一点了。要想让他相信自己必须那样做，我也必须得拿出些本钱。清扫战场，小角色。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明白什么？我要承认，在你仍然拥有剑心的情况下，如今我们只在伯仲之间。打倒你之后，再去与奇亚娜会合。就算我能做到这件事，需要的时间也一定会超乎寻常。更别说，那时的我很可能无法再对局势起到任何帮助了。但对你来说，形势是一样的。从刚才的交手来看，如果我执意避战，你也并没有留下我的能力。是啊，刚才好奇怪啊。罗刹人曾说，赤渊是真正的仙人。这我当然知道，不过对手是神仙，我只是一介凡人。既然你已知道，那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为了大局，我会选择甩掉你，直接离开。啊，这可不成，有违规矩啊。所以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有速战速决的必要。那可做不到，对手可是师祖，哎，力保不败已经很难了，哪有求速胜的法子？在底牌未出的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我们都还没有用尽全力。下一季我会竭尽所能，如果不认真对待的话，你很有可能殒命于此。哦，我是认真的，所以如果你想完成自己的承诺，就也亮出自己的底牌吧，李素生。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太师傅只是想为那位白发姑娘争取时间吧。罗刹人也一样，他和我
都不遇伤您。您认为今时今日不得不走到生死相搏这一步吗？生死相搏？不，恰恰相反。你应该知道奥图想要做什么，对于我来说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恶行。500年的历史，值得我为之一搏。可是，太师父，而且想来会比现在幸福的多吧。那么，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素生，请师祖赐教。太虚剑气，神韵。神者，变化之极。万物に妙にした芸もなし、敬をもって話すべからざる者なり。お祖師様、この一撃は本当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来吧。太虚之握。
没错，的确是剑神，而我也必须接下这一剑。越平静越危险。不，你不需要。华的身体还停留在……再怎么说，脑部也是。不过，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成功了，即使是普通人类，也能……没，他醒了。先回避一下吧，凯文。有些事我想单独和他谈谈。你还好吗，华？不是，这是……没必要强迫自己睁开眼，继续保持放松吧。我发生了什么？你做出了比预想中更好的表现，仅此而已。超变因子在持续活化，数据显示，这让你的肌肉强度和神经反应水平也产生了大幅提升。总而言之，神鹰实验成功了。啊，不必开口了，我直接回答吧。你正在适应最初的变化，这需要时间。神鹰让排异反应得以衰减的机理，我已经向你详细解释过了。和阿波尼亚的戒律一样，它直接作用于你的脑部。正如我们所预期的，神鹰能够调和人类的意识和肉体，促进生长发育，让身体朝着更适应崩坏能的方向变化。但，对你来说，它还有更特殊的意义。华，
伽罗罗的因子赋予了你出类拔萃的生命力和记忆力，而神音，它会在漫长的岁月中令你的潜能不断开花结果。现在的你仍是一位年轻的战士，但在未来你能抵达的终点或许会比绝大多数人更遥远。命运为你选择了一条路，没有人能预测超变因子对自己的影响，也没有人敢肯定神音在自己身上成功的概率，但这个只属于你的奇迹的的确确发生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好好休息吧。趁此机会，你也可以试着去思考这一切。另外，对你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今后你不必再担心自己会陷入过重超变的困境。神音既是一剂催化，也是一道限制，能够在失控的边缘阻止你的崩落。但同时，你也要记得，脑部终究是人体最复杂、最脆弱的部分。对于意识而言，哪怕只是程度最为轻微的介入，也无异于投石击水。在神音影响你潜意识的同时，你的个人意志也会渗入其中，成为神音的一部分。那是你自己的思想，有一天它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能够预测到的也只有你自己，未来就交到你手中了。等等，博士，我还有一件事要休息一会儿。不，就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测到。入魔必诛，这只是其中一种学说。在他们看来，时间与现实是虚假的概念，你所能见到的一切都是你在对他们产生认知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一同被创造出来的也包括他们自身的历史。简直是在胡搅蛮缠啊。那另外一种呢？另一种学说认为，时间和现实已经全部流失殆尽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只是这种进程的反光。
这种反光会一直暗淡下去，但我们无能为力。好了好了，鸡窝头，所以我们为什么突然要讨论这种关于时间的妄想啊？这种被你浪费掉的事物，你应该知道人们对它产生过多少思考。烦死了，那只是实验意外而已，别光站着了，来帮我调试一下精密组件。我们两个一起来，也要一整天才能复原它了。请进。西窝头，你莫名其妙笑什么？很恶心哎。爱因斯坦博士，特斯拉博士，打扰到你们了吗？不，你来的或许很及时。有什么事吗，福华女士？啊，特斯拉博士约了我在这个时间见面。鸡窝头说的没错，你来的正是时候。还记得昨天的体能测试吗？我发现了一些数据方面的问题，但是样本太少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战斗测试才行。的机甲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啊，好吧，我得重新准备一下。鸡窝头，我们可以。鸡窝头，你给我回来！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先进行一些最简单的战斗测试了。福华，你还需要准备一下吗？不必了，请直接开始吧，特斯拉博士。我准备好。
结束了。特斯拉博士，嗯，数据已经足够了，看来我的判断没错。现在你的身体很健康，各项指标在战士中也属于最出色的那一档，绿者核心给你带来的负担也随着他的失活一并消失了。只是落到实战上，你的数据却不理想。我会努力想办法弥补的。这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吧？重点在这里，如果不使用支配之剑，你对崩坏能的控制能力似乎与伤势治愈前没有太大区别。是因为还不习惯自己身体的状态吗？那就是因为那个神音了。嗯，就算肉体恢复如初，我的精神也再不可能回到之前的那个时候了。这与奥托无关，在和他相识之前，我就已经失去了剑心，从那时起，神音与我的影响就一并消散了，无论善恶。但按照你之前告诉我们的原理，神音是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潜意识疗法，它对你身体产生的影响应当是不可逆的才对吧？就没有办法将其重新唤醒吗？明明你的身体已经适应那种情况很久了，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变回从前的样子。特斯拉博士，谢谢你的好意，但不必了。重新唤醒恐怕只会是件坏事吧，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付出那么多代价。我已经回到从前了，回到了那个自己还未接受神音的时候，从原点重新开始。对我来说，这已是莫大的幸运。好吧，浮华女士，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既然神鹰对你的影响已经消失，你的身体也已恢复如初，那么那种同化成崩坏兽的能力，
第二次崩坏时，我们曾经在齐格飞先生的身上目睹过这种变化。你现在也能做到同样的事吗？除非是迫不得已。就算真到了决一死战、不得不为的地步，也只有在让同伴悉数远离之后，我才会那么做。否则，我反而会成为他们的敌人。也就是说，如今你在必要时刻的王牌已经一个都不剩了。的确如此。太虚剑神也不行吗？从时间先后来看，在第二次崩坏时，你面临的情况应该比现在要糟糕得多，可你还是能够使用它。那时我还拥有宇渡尘，只能算是例外。而且，正是在那场战役中，我才知道太虚剑神也有失手的可能。你是指，那时有另一种存在帮助绿者挡下了理应无处不在、无往不利的一击。怎么了？发现了什么新情况吗？没什么，只是忽然想到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啊，那是什么？你在吊我胃口吗？不，不是的。只是当世之中，根本没有人能让我确认这种可能完成。没有人能让我确认这种可能。凡事都没有绝对呀。上一次睡觉什么时候来着？卡巴伊斯良，
这的确是我体内的心境，而且不偏不倚，正是止水之境。这片星湖根本不应存在才对。是你吗？朝雨，尤其是你，没错，提安娜他们遇见的你，并非十之律者凭空创造的幻影。自始至终还存在于这里，可这一切都已经再无意义了，师父。500年前的旧事早已作结，而如今非但是我，弹指过后，恐怕连您也要归于尘土了吧。由您所创的神韵是无法可挡的，这一点您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师父。同样以神韵对敌，或许能有一线胜机，可师父您已经没时间重练剑心了。
未必。太虚五蕴，唯有心神二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神运，究其本质，是在拥有剑心之人的操控下，延展化形的大量真气，也就是崩坏能。我仍然拥有能够将其挡下、流转。甚至是消散的方法。轩辕剑握太虚，师父，你要以自身去接那一剑。在剑心碎尽的如今，我还能挡下剑神的多少，犹未可知。但理论上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可是师父，那是您的剑神，无形无界，由内而外，有形的真气固然可解，但无形的那一部分又当如何呢？您已经没有宇都城了。这就是我们会相见的原因。只有挡下这一剑，我才能找到一线生机，才能为阻止奥托去做到更多事。为此，我必须。向你道别。师父。您决定要抛下过往了吗？
那的确是我过去常常会做的事。通过无可奈何的悔期、记忆，他们曾像纯粹的燃料一样，成为我的力量。但现在，我不会那么做了。你，时至今日我才明白，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瞬间，对我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那些记忆固然已逝，但在燃烧过后，它们依旧会在我身上留下不灭的痕迹。身为华的我，身为赤渊的我，身为浮华的我，他们如同生命的一个个节点，彼此相连，串联成我来世的道路。那并非命运，而是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粒粒浮生，无非败而后成。您今天想要用来求胜的，只是过往和经验吗？我拥有的，也仅仅只有这些了。或许，你还可以加上运气。既然这是师父的决定，我没有违背的道理，也没有阻止的能力。只是今日这番话，我恐怕不会从曾经的赤渊真仙口中听闻，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赵宇，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前往明日，带着所有的过往一起。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过往也会像明日一样由此时延伸，我想，这就是时间最了不起的地方。原来是这样吗，师父？你一直是这样看待我、我们的吗？此刻的你们，的确不过是滞留在我脑中的人格碎片。但就算只有细枝末节，我也绝对不想忘记。如果没有过去，如何能有未来？嗯，好啊，师父。有缘，再会吧。是时候了。来吧，神韵，我接得下。
我会铭记在心。这就是赤云仙人，他也和七妹一样。轻点，就算是仙人也应该有名字啊。也和我一样遗忘了更久远以前的事，能紧紧抓住如今，却又不知明日。熟人能知明日，但行且看吧。是吗？我就罢了，既舍前尘，何来明日？不过嘛，在无数弯路的尽头，师父，您终究还是找到了那个货真价实的自己。有趣。往昔种种。缺一未可。啊，这是剑神敬备。唯一的变数，我赌对了。师父曾说，剑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只当师父胡说，没想到在太师父手里，剑神还有如此破法。可挡，避无可避的剑神。太师父不但接了下来，甚至毫发无损。这一手着实绝妙。唉，我早该明白，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从来没有必胜的绝招。我已经耗尽真气，无力再战。师祖，您胜了。不，与我，这也是一场冒险。而且，我这个样子，怎么也不能说是毫发无损吧。这一战并不寻常，只是我没有时间向你一一说明了。
过是在让这场交手变成生死相搏，但其实恰恰相反。太师傅，您别像罗刹人那么说话，太绕了啦。剑心与你有利，其碎片却与我有大害。这是过往赐予我的劣势，但现在我终于能确定，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它不可能再次成为障碍了。此刻你我都已无法再为其他战场提供帮助，所以我们才能真正以对等的条件一决胜负。好呀，接下来就是太虚剑派之间的对决了。没错，虽然我仍然想避免久战，但眼下的情景已经是我能促成的最佳局面。太虚剑气的传承者，不是赤渊仙人，不是太虚剑派的师祖，这是作为我，作为浮华，在比试中所能给予你的最大尊重。妙极妙极，浮华，请。请。无上自在门大弟子李素生，请赐教。剑心失陷，请师祖提点。
五行相生，分时化日，心静化活，凭神作剑。一上一下，人上之光，天一生时，感念化形，一上一下，人上之光，我只剩下一剑的余力了，浮华。的确，但很抱歉，我无法用尽全力。啊，我明白，您还是想去追上那位白发姑娘。好吧，这就是最后一剑了。不仅仅只有一剑的余力吧，是呀，只不过我出尽了全力，赤渊师祖却有所保留呢。也就是说，我不该太高估自己的。不不不，太师傅，单以一剑而论，我败了。您的修为却胜过我。之所以胜负如此，是因为以一敌二。
实没有什么胜负，想赢的人只有我自己而已。太师傅，如果你多为自己，多为此时此刻考虑一下，胜负就未可知了。支援失足，已经失去意识了，完全没想过会赢，接下来要干什么？罗刹人也没说过。哎，慢着，这不就是说那家伙也没想过我会赢吗？师祖想要做到的事，终究还是做到了。这话确实出自我的真心，多为伙伴着想，或是多为自己着想，究竟哪个能让人变得更厉害，我还想不明白。就这么一次交手，其实也看不出来。可是，不打紧了，因为支援师祖，你的确已经重新开始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歇息一会儿吧。既然那家伙会唤醒我，他定是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有十足的信心。说不准，我们就要回到另一个时代里了。对现在的您来说，那反而会有些陌生吧，太师傅。我会在这里等您醒来。突然被丢到一无所知的时代，那滋味可不好受。我是体验过了，也许我能帮您适应一下呢。您和我都已经尽力了。是吧，浮华？华，还有什么事？未来就交到你手中了。可是博士，在我手中又有什么能交给后来者呢？在这一点上我也和你一样，所以华，要想知道的话，就前往明天自己亲眼去看看吧。
笔完成。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来着？就是这里了。班长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那里的确被人用某种方法屏蔽了讯号，可是如果他的实力真如班长所说，做这种小动作又有什么意义呢？相信班长吧，虽然的确是太虚剑神，但那边却没有遭受破坏的迹象，班长他一定想到了什么办法。我不能白白浪费班长为我争取到的机会。学院长，提安娜，您那边怎么样？我已经到达目标位置了，只是还没有发现奥托。傅华呢？在观景台那边，我们遇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她自称是天命的女武神，似乎还和班长认识。班长为了争取时间留在那里了。我知道了，观景台吗？我会想办法让人尽快去那里接应的，也同步一下其他人的进展吧。斯巴达克系统的设置十分顺利，博尼亚那边也已经突破了奥托部下的防守。不愧是博让尼亚呢，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为上。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局势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可是我还是有种他仍然掌握了一切的预感。说到这个，许院长，我和班长也遇到了一些。怎么回事？不，不是信号中断，是通讯器本身失灵了。为什么？现在新的棋子也该落下了。
就算是人力无法干涉的情形，一样会有筹划的空间，这并非虚言。如果赶来的是我那位老朋友，事情反而要棘手一些。与那场惨剧中得以幸存的他，毕竟更有经验。这个声音，第二位客人也来得刚刚好呢。奥托，还有，那是黑渊白花。什么时候来的？